身为艺人呢，我们都需要美美的出镜，但是要怎么美美的出镜呢？当然是拥有健康美丽的肌肤啦。虽然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肤质，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产品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哦。那还在等什么？我们开始吧。哇，哎呦，很神奇对吧？哇，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哦，因为大家都很累了，都很想回家睡觉，对，可是都忘了这个步骤，就是把妆给卸得彻彻底底。卸妆对保护肌肤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对，现在我就要来卸妆了。这样也可以卸妆啊？因为这个东西哦，它是有温度的，所以它会 melt 掉我的 makeup。Like magic， 是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要开始把那个 cleanser 倒进这个地方。所以你把这个去吗？然后贴进去吧。出现。你看，好快哦！你不觉得很像洗衣机啊？真的，很快。你看， generate 的，它的风已经开始慢慢的溢出来。OK， 好了，好了。真的，我有点像圣诞老人。有。好啦，那现在我就要用水冲洗了。那现在我要卸这个 brush 里面的。好了 ，Jayley， 你知道吗？其实卸完妆下一个步骤非常重要。什么东西？那就是 apply toner 还有 moisturizer。对。你知道平时我们都会常用手这样随便打打一下，然后涂一下，对吗？其实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一个对的 device， 把它深层的打进我们的皮肤里。哦，所以这样子推，这样子推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它会 vibrate。舒服哦，温温的哎。而且我看到你后面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？这个吗？这个其实它正确的拿法就是需要把它放在你的 palm， 然后你就这样握着，因为它可以感应到你身体里面的 ion。哇，等一下。我完全就是在享受当中，一天的疲累就这样不见了。是的，消失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三角形哦，可以动到你脸上的每一个部位，往上提，你的皮肤呢才不会晒，而且会有 V 脸。要拥有美丽的肌肤就是那么简单。这么好的产品，我一定要介绍给我妈妈。不止妈妈，我要介绍给我的朋友，还有粉丝。你们要美丽的肌肤吗？来，我们帮你洗。嘿嘿。